续民生的消息，要来关心这美国大股牛肉进口了后，第一批美国牛筋嘛，正式来到咱台湾。卫生署是表示讲，这牛筋唔是这牛的腹内，所以唔是禁止进口的部位。第一批开放是2265公斤，拢是经过检验的，所以是无安全的疑虑。不过这大部分医生是呼吁政府要严格来检查，因为那是进口到个这腹内连做伙这牛筋，同款也是有这消牛症的可能。今年一月份，第一批美国大牛肉送到台北市五星级饭店厨房和大小的器材。这个月八号，美国牛筋正式到台湾，第一批拢总是2265公斤，全部通过检查。牛筋呢，并不是属于特定风险物质，也不是所谓我们现在的那个禁止输入的项目，也不是属于内脏，所以在风险评估上面是安全没有安全上面的顾虑。卫生署表示，立法院今年一月份修正通过《食品卫生管理法》，台湾暂时禁止牛的头骨、脑、目睭、骨髓、内脏、肝肉六个部位相关的产品进口。但是牛筋属于是非内脏的牛杂碎，所以无伫禁止的行列。但是有医生烦恼，如果开放掺内脏、小人的牛筋，同款有小牛症的普利昂蛋白风险。肝脏啦、肾脏啦，相关内脏也有所谓的筋。所谓的牛筋，所以事实上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卫生主管单位一定要的慎重的啊，逐渐的审视。卫生署强调，目前开放的牛筋是连接肌肉参骨骼之间的结缔组织，并不是风险部位。个人疑虑较深的牛脂、睾丸、甲横膈膜三个部位，依然维持着上届严格着箱检查。同时，各部局嘛建议业者暂时卖进口。记者做报道。这不少人拢有想要家己创业做头家的梦想，最近不少这加盟的业者嘛，开始把这加盟的保证金来降低，想要吸引更加侪人来开店。不过想要创业的民众嘛，真紧哦，世界在咧比较，希望会当找到这成本较低、利润较高、风险更加少的创业机会。45,800就可以创业喽！这是一场连锁加盟创业店，不少业者大声喊出加盟权利金降低口号，希望争取有意创业民众来加入。不少民众嘛利用放假唔免上班的时间，带着厝内人来做伙看展览，思考要安怎创业。历史是以后再讲啦，即个先考虑讲是毋是迄个门槛会当入去。真侪有意加盟创业的民众嘛，亲像这名单线同款，希望会有较低的进入门槛，唔通开伤侪权利金，还是人事、厝税、装潢、设备等等的营运成本。但嘛有人来思考的是，所加盟的产业，伊的市场大些，以及伊的利润高啊些。我觉得那个不说饮料店之类，因为它成本其实还蛮低的，还有就是一些便当店也是这样子。成本当然也是主要的考量，但是获利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一点，对。因为如果获利率高的话，其实成本投下去，如果有一定的回收的话，基本上其实不太会有那种对啊疑虑吧。家己创业甲做一个领薪水的上班族，上大无同，就是创业所爱心态风险较大。不少专家拢建议，想要创业朋友，还是要来高思考成本甲利润之间的营运风险。记者张志勇、陈信良、林志坚台北报道。这摇滚的音乐迷年度的大代志，即讲啊了，还因为有八节，但咪昨暗正式开始了。连续三天，但咪发量还只一来举行，为着传承这海洋音乐节精神，今年是邀请到八但咪这音乐节得奖的歌手登来演出。第一届表演拢是本土的歌手，嘛要来表现这海洋音乐节在地性。歌手张震岳演出的时阵，上届海现场1500名歌迷站着荧光棒，搁唱搁跳。海洋音乐节登场第一天暗时是台湾之夜，演出的全部拢是本土的 local 歌手。那如此，邀请到历年来伫海洋音乐节得奖的歌手，重新到这个公演的舞台，再度参歌迷近距离的接触。我只能听到你对我说 ，Oh yeah， 你说你喜欢我。2007年摕到海洋之星大奖的歌手卢广仲，伊留着伊的招牌刘海短裤来登场，个人风格真强的 soft rock and roll 轻摇滚，让现场歌迷对伊跳舞。2007年评审团大奖是由苏打绿得到，嘛也要担任今年的开场乐团。热起来热，炒热才热情，比较热情。嗨嗨嗨！
轻柔的歌声伴随着海风，来自第十一年的海洋音乐节。今年同款是三天，十号是受到注意的独立乐团竞赛表演比赛，十一号主要节目是由国内外知名乐团竞赛比赛。除了音乐，每一天暗时卖放烟花，民众伫听演出之外，卖当看甲真好看。记者差不多。